礼物给你，在的时候我可以陪你。你来来，好可爱哦，你看看。这我才编辑。那这三个月，比当记者时候还要忙。沈浩介，我刚刚感到头，你快炸开！你不能好好照顾一下你的狗吗？总编的位置，他等了那么久，怎么会舍得离开？好、哦，沈在家里没事做人最幸福了啊。发现我们两个早就走在不同的路上了，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顺便请你升职。你爱我吗？爱情是互相的，我们是为了一起照顾李娜娜。妈妈天生就会教小孩，所以我是爸爸，你是妈妈。不是，我是爸爸，你才是妈妈。